边啊，1423，你去过台湾了吗？把你过来乱车。他没去过，在台湾你有亲戚朋友吗？来乱吧，我给他买棉袄。他没有。你会抽烟喝酒吗？啊，别会抽红酒喝。他不会。来台湾工作很辛苦，你受得了吗？等那乱了没得办法，把我救得了空。他受得了。如果雇主要求你配合加班，你愿意吗？你主要给我把所有增加吧，我同意不？他愿意。你要保证今天你回答的问题和履历表上的内容都确实。帮我担保您的用意见方法够找了您那个是的坑。他保证。好，现在请你就算数，为什么办那么短？现在请你起来提沙包，为什么把灯在背包盖没了？不懂。1、2、3、4，鬼数5、6、7、8、9、1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OK，谢谢。